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唱黄梅戏的，我为了我的父亲和母亲喝彩。他自从学了京剧以后，我觉得他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稳重。感谢这个舞台，我也收获了另一半，组建了一个美满的家庭。戏曲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文化自信。希望你能够爱上戏曲。喝彩中华。